日就閹雞同我拍檔，因為林康正咧就有啲白事喺屋企 ，OK。咁啊，聽日就會翻翻嚟噶啦。咁啊，聽日我應該唔喺啤梨晚步啊，因為頭先都收到消息啦。聽晚我應該有一個朋友嘅喪禮啊嘛，就要去啊嘛，我會揾人代我咧。咁啊，阿林康正有啲家事啦，係嘛呢排？係啊。OK， 咁啊，節哀啦。咁就咧，咁我屋企都有啲長者，我都話呢排屋企都有啲事嘅。咁啊，我阿公都已經超過100歲啦，咁上年都擺過100歲嘅大壽。咁啊，你知老人家都會有病噶啦。咁佢又因為今日我哋專登翻去要見佢最後一面，因為啱啱今日佢都即係過身，咁啊，但都過100。